老和尚的身教。44，莲影居士讲述。后学在协会做义工，有好些年头了。很幸运的，有机会能亲近师父上人，并亲闻目睹师之身教。此中所透出的庄严的慈悲之光，刹那融入我之生命，顷刻倍感心之怡畅、安稳、适悦。一，记得有一年，师父老家还在尖沙咀讲经。有一天，师父上人在贵州同仁一中的老同学来看望老人家。时隔多年未见，师父与老同学见面后聊了好长一段时间。师父讲完经，又带他参观摄影棚，全程师父都笑容满面。当天师父讲经和会客的行程结束后，大家就一起恭送师父老人家回寮。师上车后，叮咛老同学要留下来用晚餐。刚好后学站在这位老先生的旁边，心里非常的感动师父的那份慈悲。因为老人家知道他的这位老同学是第一次来香港，年纪大又不熟悉环境，所以是需要有人去照顾的。后学当时就请这位老同学的护法陪同这位老人去就近的素食餐馆用餐。当时后学心想，把他拜托给其他的师兄照顾也就圆满了，却没有师之深广的悲心，少了那份亲力亲为的践行。二，这些年来，师父老人家常到国外弘法，到欧洲、英国、巴黎等地弘法。返后，师父常常会陪随行人员，大家一起倒时差。有一次倒时，对后学的印象非常深。那天，师父老家他们白天就回到香港，到了近晚餐的时候，师父说要和大家一起看碟。办公室的同修马上就通知各位法师、老师、师兄们先到餐厅用晚餐。后学记得下午6点，师父老人家就来到教学楼2楼会客室，陪大家一起看光碟。后学因为是站在后排，所以很清楚看到师父老人家
从始至终非常的专注，笔直地坐着，似入定般，直到很晚，约10点。老人家以这样的高龄坐这么长时间的飞机，晚上还过来陪大家看光盘，以助倒时差。此情此景，让后学感动与钦佩相交集。第二天上午，师又去六合园会客，上人在在处处所显的这种庄严的慈悲，让后学非常的感动难忘。三，师父老人家每次外出弘法时，我们都会依依不舍恭送师父。老人家以他那无尽的悲悯感知我们的心意，所以每次从国外弘法回来，尽管坐了长时飞机，但一看到大家，师父都会展露出阳光的微笑，以那慈悲之光摄受我们，使我们身心愉悦，调和安稳。特别是今年，老人家已经是93岁的高龄了。从巴黎回来的当天是清晨，师父神采奕奕，见到大家笑容无比亲和，直温暖到弟子心里。我们齐向师父说，欢迎师父上人回家。师父回望说，一会儿见。待师父入寮后，我们随即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我回到餐厅，心想师父会过来吗？坐了长时的飞机，舟车劳顿，非常的辛苦，很疲倦了。师父上人在房间休息用午膳会比较好吧。接着我的领导也跟我说，今日中午上人不上来和大家一起用午餐，但近午餐时有师兄来告知，师父将过来和大家一起用餐。师父顾念我们的悲心呀，感动到弟子无语哽咽。法宴间，师父所散发出的慈祥的亲和，就是现在后学一起仍潸然泪下。四，师父宴宾时，老人家行过主客位，常常会帮客人把椅子拉出，请客人就坐。每次看到这点，后学都很惭愧，
常不能及时关心照顾客人就坐。还有，当师傅上人到餐厅来用午餐的时候，厨房通常都会给师傅备一些水果，师傅就会问大家都有吗？如客座无，师就将己的与众分享。五，有一年，师父老人家对《念力的秘密》这本书做节录，需要校对，刚好后学应此缘和另一位师兄同事，一打开书本，看到师父上人用红笔画的那些线条和标注的符号时，后学就惊讶到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所见勾画的线条很直，其实与字齐平，注的符号大小均等，注字如书。一看到诗之圈注，所展现那份庄严的恭敬，顷刻就能摄受住你。后来，后学兼任图书馆的工作，在护理图书的过程中，看到多本师曾阅书籍，书里的圈注，无论是画的线条，还是标的符号，与书写的文字，都一如上人节录《念力的秘密》的那本书般，字迹工整，画线齐整，符号齐而均等，好似印刷般。初见很难置信是手书而成。六，后学有时因为工作的关系会到摄影棚做事。记得第一次去摄影棚整理的时候，后学走进师父上人讲经的桌时，睁大眼睛望住桌面的物件，即被吸引。桌上的物件摆很整齐，就连笔也一支一支地摆放得齐齐，很直直的，笔之间间隔均等，似用尺量过般，那样的庄严让后学的恭敬心油然而起。七，因为供养师父上人的供养品常会很多，超出我们的需要，如此则会供养其他的道场和邻居们。有一次，我们就将供养品装在一些废旧的袋子里，袋子的外面好像写的是撕料的字样，然后贴了一张
写上供养法师的白纸，就放在了教学楼的门口。接连几天，师父老人家经过时，都会停足细细看。后学呢，就跟在后面，不明其理。师父怎么看了又看呢？后学就想，那里没有做好呢。最终忍不住请教一位常随师父的法师。法师慈悲地告知后学，用这样袋子装供养品，去供养其他的法师。贴纸又很不庄严，这样是很不恭敬的。后学这才感受到师父上人是以慈悲的方便教化弟子，让弟子去觉悟错处。但是后学实在愚笨，领悟不到，还是要劳烦其他法师给后学解读。当后学认识到这个错误之后呢，马上动手去改正。先找了一些纸箱整理干净，将供养品入箱封好，并用列印好供养法师及署名协会供养的粉红贴纸正正地贴在箱外，然后仍放在原处。师父上人在经过时看了看，就没有在此停足了。八，有一天中午的午餐结束后，后学就开始收整餐桌，看到师父的桌面上还有一张叠得很整齐的餐纸，看上去完全没有用过的感觉。后学就拿起来，轻轻地把它打开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略有一丝丝用过的痕迹。不经意间你会全然的无觉。面对师父珍惜万物的礼敬心，后学惭愧万分。还有呢，就是师父上人食用牛油果时，会用一个小勺子慢慢缓缓地食用，留下的壳里没有点滴的剩余，干干净净的。师父上人所彰显出的广大悲云偏一切，是弟子越来越柔和的初始。弟子言语难述，笔墨难书，毕生难忘，尽以此沧海一粟，略表寸心，供养师父上人，各位仁者。四十五，焦华春居士讲述。2012年11月初，老法师应斯里兰卡总统邀请，访问斯里兰卡。
随行的有钟茂森博士、蔡礼旭老师、胡晓林老师等100多信众。我也有幸随行。访问期间的一天，老法师我们一行去了康提的佛牙寺，参拜佛牙舍利。佛牙舍利正常的开放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30，每晚6点左右，从斯里兰卡各地来的佛教徒和外国的游客都会在供奉佛牙舍利小殿堂的进门一侧排起长长的队。老法师我们到时还未到开放时间，寺院长老安排老法师我们这一行人员提前先参拜，但老法师看到那边排得长长的队而拒绝了，而是在供奉佛牙舍利的小殿堂出口这侧待我们大家等候。老法师站在我们队伍的最前面，等了半个多小时后，开放时间到，排队的信众一个接一个进去参拜佛牙舍利。他们从出口出来时，正好经过老法师前面，不知道从谁开始，无论男女老少，每一位经过老法师面前时，都给老法师行顶足礼。我当时想，这些斯里兰卡的信众还有外国游客怎么如此有善根福报啊，怎么知道异国的这位老和尚是大德呢？我当时站在老法师旁边，也多想去给老和尚顶个礼啊。等排队的信众参拜完时，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才开始一个个去参拜佛牙舍利。86岁的老人站在那里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多么慈悲的老人。2013年6月，老法师在斯里兰卡康提弥陀经社讲大经科注，一天下午讲完课后，一位护法居士出来给大家说，大家让一下，老法师要出来走走路。说完，老法师从经社出来，刚一出门，好多居士还有少数出家师父呼啦一下都围上了老法师，都想跟老法师合影。我在一旁挺生气，想刚说了让大家让让，结果你们还都围上去了。但老法师很慈祥地看着大家，让大家合影，看一位出家师父
在台阶下站，还拉他到身边，让站好了照。等大家都照完了，老法师才开始走路，心里都是众生。多么慈悲的老法师啊！46，禅定居士讲述。有一年冬天的上午，时间大概10:30左右，我在整理书台，一不小心打碎了一件名贵的瓷器，顿时晴天霹雳，我真吓傻了。当时有位法师经过，安慰我说，没事的，等师父下来用午餐时禀报。那个时候我开始念佛，心也定了很多。大概11:30后，师父下来了，我泪流满脸，嘴唇不停颤抖，说，师父，对不起，我不小心打碎瓷器。老人家用慈祥的眼神看着我说，打得好，打得好，并叫我起身。师父准备出去的时候，柔声细语对我说，以后做事要小心点。我听了，内心感到很温暖，安慰，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